直播了吗？直播了，直播了。然后来放个周末情啊，放这个我最喜欢的。大家应该超 surprise。我说不可能吧，这个时间绝对有可能哦，这个时间。你去拿个绿茶。你去拿个绿茶。Hello， 大家晚安。Hello。Surprise！ 好久不见呢。Hi Emily， 哎，你有没有好一点？哇，一千二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我们是不是我们多久没直播了？上一次是什么？上一次是我们四个人一起的时候，还有姐跟那个新慈，对不对？圣诞节了，圣诞节，圣诞节之前，去年的事了。去年的事。去年的事了，今年来跟大家说说你的身体有没有好一点？我就是过敏，过敏的体质，然后如果过敏跑到鼻子这边的话，就是鼻炎，然后跑到喉咙这边就变气管炎。那我之前就是宣传的时候，都吃那个过敏药，对，所以鼻子这边就被压下来了。但是就跑到气管这边。对，所以就让鼻水倒流。对啊，然后一直气管发炎，然后就会变成喘。对啊，因为前阵子我遇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一直流鼻涕，然后流不停。对啊，然后就比之前拍戏的时候还要严重。我之前。前几天晚上，睡觉我都觉得我搞不好都醒不来。哎、欸，因为乱讲是吗？因为呼吸真的很浅，要吸很大力，所以我会这样。你是吸不太到肺的感觉，对不对？对，因为它气管会收紧。收缩。对，我现在要吃那个气管扩张的药。哦，好吧，你真的，而且现在天气冷，所以什么情况卡网？真的吗？卡？应该没有吧？应该还好。卡住了啊！怎么会这样？我们这边怎么会有卡网吗？很难受，是你很难受。Hi from Germany. Hello guys. Hello. 对啊，他真的好辛苦。我自己也是过敏儿，然后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气候，其实大家过敏体质都是很普遍的啦。对啊，对啊，就是要多补一点。它不是感冒，它算是发炎嘛，气管炎。发炎，气管炎，气管炎，气管炎，那气管炎。那你最近在忙什么？我最近就是有一个小的拍摄的案子，然后在试镜啊。你呢？我在帮一个人搬家。谁？啊？谁？搬家工，你最近不知道有什么书？哎、欸，哦对哦，你不讲我，你不直接打书一下、欸？没有，我根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欸。哎，你没有讲，我真的忘记要打书了。没有，我们没有特别要打书了，也是该打书了。对啊，也是该打书了，只是我们刚才开台的目不是开台，开直播也不是为了打书了。对啊，开直播想说很久没有跟大家上来聊聊天、很久没有跟大家聊天了。然后真的啊，对对对，1月18我的那个第一本写真书要上市了，希望大家要记得支持哦，好不好？拜托了，拜托了，压力有点大，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不然就负债了，拜托拜托，你也跟我一起拜托拜托，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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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8哦，那我来要不要来入境一下？诺兰。哎呦，来了来了！诺兰也要买两本，对不对？对，他拿来抓，哎抓，拿来撕。我刚有看到说海外也寄得到，都寄得到，就是在那个官方网站上面，就是那个角川那边都可以买得到。对，
然后对啊，诺兰很开心。哇，很久没有跟大家上来这样聊天了。嗯。不过我觉得你瘦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生病吧？这是生病。你最近你有没有正常吃啊？有有啦，但前一阵子搬家真的是很，我知道，对，就是很难、很难吃正餐，就是忙到有时候会忘记吃。而且你前几天不是还睡了一整天？对啊，我睡12个小时，对，超扯，消失哎、欸！我还想说你怎么了？超扯，真是消失了。我们好，我们都好瘦，没有 Andy 老师最近比较。没有那么瘦，瘦最近有一点运动不够多，要开始好好运动了。等到你身体好起来，我觉得我们现在该一起运动了。下礼拜吧。下礼拜。你过年要去哪里？过年没事啊。过年没事。哦，跟我一样。大家过年要干嘛呢？大家过年要干嘛呢？我们现在两个真的是超近，超近，不到一首歌的时间就可以到，真的不到一首歌的时间，走路，近到吓死了。Hello，Hello， 对啊，最近空气的确不是很好，嗯，可前几天天气还不错，昨天，我觉得只有昨天，昨天天气特别好，昨天天气特别好。回乡下发红包，哎，你过年会，你有什么晚辈要发红包的吗？好像没有哦，因为咳咳我爸爸年纪比较大，所以我其实是要包红包给他们吧。对啊，然后但是我没有什么晚辈，因为、我是两个侄女了。啊，你有晚辈、我有晚辈，我晚辈，我晚辈。哇，包红包，包红包给我，包红包给你。哦，好，啊，好。I watch your movie 3 times. I really love you. Hope you will be better. 哥伦比亚。再摸一摸。我喜欢你。Which movie? Mm-hmm. You mean My Tools Your Love or what? Hello, greeting from Colombia. Kiss, please. 我们过年就看你们直播放闪。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好久问他那边，这样问好这边。嗯嗯，很多英文的。I love you. I'm from Argentina. 虽然知道剧播完一阵子，但最近 N 刷的时候看到好多细节，好想问，可以问啊，当然可以问啊。哎，我们后天的事情可以讲吗？哎，后天的事情不知道可不可以讲，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哎。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啊，后天会一起去一个地方，去一个地方，对，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对，反正我们后天我们两个有一个行程，对，嗯 ，Hello 越南的粉丝 ，Vietnam 对不对？写真书会有什么活动吗？我们现在也还在跟经纪公司商量，应该是会有签书会了，对，应该就是会有签书会。然后细节应该会在签书会会在年后，过年年后，因为我1月18发行嘛，然后那时候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年后之后会有签书会再跟大家碰面。嗯，月清演到我感动哭，好，我演技不行啊，没有感动哭，没有啊，你是勒。Thank you. Will you guys come to Thailand? Hope so. 希望。I love Thailand. I have been Pattaya before, like 3 years ago. 我去过巴厘岛。巴厘岛是菲律宾吧？啊，对对。是印尼还是菲律宾？印尼还是印？反正不是泰国，泰国了。对啊，是什么？苏梅岛，苏梅岛，苏梅岛是泰国，苏梅岛还是泰国？好丢脸。哎，这是表哥哎，这位好像是表哥，
是表哥哎，我们的摄影师，千里姐姐的摄影师表哥，表哥表哥，真的都感动到哭了。月行写真书，院长要包多少本啊？我会送于静，那院长要包几本？看他诺兰需要几本哦，看诺兰需要几本，看他要抓几本，看他要抓几本是不是？哎、欸，好多外国人哦。哎、欸，大家说你英文那个很好，说英文很好听，有没有机会来日本见面会？我们都很希望可以，其实都很希望可以去啊，对啊。拿月行的红包去买。想看黑朗跟静一师的故事，有什么故事啊？黑朗跟静一师叠对点，黑朗还会在吗？黑朗后来已经不见了，被静一师给疗愈了。哎 ，Boris， 哎，买一百本可以抱抱吗？可以哦，跟你抱抱可以哦。哎、欸，山姆老师、欸，哎，我们的那个化妆 师，对，山姆老师。于谦，你以前是在美国留学吗？算是吧，但是没有毕业。完蛋，有人说月行下颚线看绿了，糟糕！不可能啊！糟糕！你现在下颚线比我清楚了啦，就这条。对啊，完蛋了！给我两个礼拜的时间，我要开始了。我们都没有同时瘦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对，反正这样是这样好。就是永远都有一个人可以撑场面，对，另外一个人就放松，然后之后你想放松的时候就换我来。Love you guys。你觉得你过年会有想要去哪里走走吗？过年？对啊，过年还好，其实我蛮懒的一个人，能待在家里待着。我知道你蛮爱的，对啊，而且家那么舒服。待在家里真的蛮舒服的，胜负不分。Do you have plan？ 你们过年要干嘛？我过年应该会回淡水陪我妈妈啦。对啊，我会在淡水，你可以来淡水找我。可以、啊欸，我认真哦，认真、哦。新市镇的人。对，我还没去过。你来找我。我爸原本是有说想要去搬运那边，我跟你讲过吧？我知道。快点，你过年来找我玩。可以啊。睡前总有惊喜。Do you have new project together again?、Not yet, but we have like few casting. Still working on it.、小鱼可以分享一些在大陆、香港以及美国的生活吗？我这个可以分享一个晚上，这个太长了，这个太长了。我们要开一个睡播才讲。对啊，这个现在当睡前故事。可以去探索。淡水有好乐迪啊！有，我以前大学都在那家好乐迪的。真的、啊？为什么好乐迪现在都没有了？淡水目前就是有一家好乐迪。后天要干嘛呢？他们说，我们竟然在戏结束之后还有直播。这是一定要的。我们刚刚，因为我们两个已经聊天聊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了。反正我们今天在家里混一段时间，然后突然间想说，哎，真的好久没有跟大家聊聊天了。我们就上来啦。西班牙语，我只会 gracias。没拜啊。gracias。ho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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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人说那个从第三集打雷开始到院长送他回家这一段，朗朗手上是否都握着牙齿弹珠？我看到都快斗鸡眼。对，我沿路都一直握着牙齿弹珠。基本上只要遇到下雨天或打雷的天气，朗朗都会一直握着那个牙齿弹珠的。终于等到我们直播了。好多外国的粉丝，对啊，还有来自法国的 friends， we love you too。其
实上面有些问题在那个后天我们的活动，对啊，其实会有，对。其实我还蛮期待的，嗯，我没有录过那个，对。于静会选五岁的于静还是五岁的月琴？啊？这边于静会选。哦、五个月琴还是五岁的月琴？五个月琴太可怕了吧！五个月琴蛮吵的，对啊，很多。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我戴帽子？”因为我又理平头了。吓死！对啊，我又剃了平头，又一个新角色，又演和尚是吧？对啊，旁边那么光，又剃平头，大家吓坏，吓坏。哎，好像有刚才有人猜到我们要干嘛哦？有吗？有啊，你看这个哦，对，有人类似猜到。现在在横着，看起来我本人是超级怕可爱。你就想象会遇到金循环吗？我们最后一集没有硬后吗？我们最后一集其实真的没有硬后啦，因为我们最后一集哦，因为在现场播嘛，对，对不对？我们是跟大家一起看。然后上一次比较像映后就是圣诞节那一次，但因为那次我们比较欢乐，就没有真的好好聊到戏。对，但我觉得其实最后一集就是一个很温馨的结果啦。对啊，当然我们有经历，我觉得但家庭的那一个部分，我们两个真的都很喜欢，就是跟你父母的那一块。而且我觉得以整个作品来说，其实就是如果是一个观众的话，其实已经收的不错了。对啊，对啊，因为。对啊，毕竟整体戏要它的完整度，不可能保全部都很满。对对 对, 对，一定只能有，一定还是有主线跟副线，还有一些有一些空白的地方，对，有些东西大家去想象。不可能每一次我回家都拍出来。对对对对对，而且最感人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爸说那个订了四人餐厅那一刻啦，我自己在看戏的时候，对对。然后还有妈妈的那个梗，妈妈的那个梗也很棒，就是听到说哦，原来你为了我付出这么多那一段。还有我们在房间那一段，其实也是蛮对啊，蛮不错的。是 啊。想挑战什么角色？对啊，安朗的很完整。对啊，副线的话，对啊，因为说实在，十二集。真的是有限。对啊，對，你时间真的是就是这样，因为要先认识角色嘛，然后角色彼此还要有关系。就像安朗他为什么会这么完整，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以前的东西，对，在慢慢带出来，慢慢，而且也是以故事进行的时候慢慢一个一个出来，嗯，我们背后的故事。对，对啊，如果每一个人都要这么满的话，那这一部戏应该会到60集，然后可能安朗讲完了以后，再讲另外一些人，另外其他角色的时候，安朗也不知道要干嘛了，就是整天出来牵着手散步。哎、欸，你们在这兒，从公园划过了两人、啊，所以制作上其实有一定的难度了。就像对啊，就像英雄电影一样，对对对，你如果是那种大堆头的英雄电影，对，一定会有，就像复仇者联盟，是啊，是他鹰眼他的角色就。就相对对，所以他就是在后面再有一些外传 啊, 啊，或者是如果是影集版本出现，补他的故事。对对对对对。我是在喝那个茶。没有。怎么看我们播多久了？我们应该20分钟吧，差不多。对啊，不过我前几天。那天晚上我就真的是没事，然后我就刚好，因为我就打开在 LINE TV 那边、嗯，然后我就自己看了，又重新看了，从第三集开始，我看我从三看到第五啊，三再看到六、嗯、黑狼的部分那边，嗯，我觉得我现在是比较，因为我当时在看戏的时候还比较主观、嗯，就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还在，就是还在很角色里面，嗯，然后但是我。那天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欸，自己有稍微客观一点，就比较像观众在看。然后我看到自己跟看到你，我就觉得哇，这两个人还真的跟我们私底下很不一样，就是真的看到另外两个人的感觉。于静要挑战平头吗？我以前剃过啊，演 HiFi 的时候啊，对对对，好看啊，好看啊。他们不见了，他们还在。嘿，铁马。
我的胃想你。对，那个诺兰在玩我圣诞树的那个圣诞树的球。我的圣诞树是不是该收了？都已经要过年了，对不对？我妈刚刚说你怎么圣诞树还在？限动，他们说是不是假的限动？对、啊，这两个人拍好的限动都是假发、啊。没有没有，是我圣诞树真的还没收。好了，该找时间收了，过年吧。换什么？换鞭炮？红色？对啊，红鞭炮、红龙还有舞龙舞狮之类的春联，春联。于静的饶舌惊艳了我。饶舌什么饶舌？小时候吧，应该小时候。从拍戏到这样还能变成好朋友，对啊，真的不容易。二大，我蛮希望二大的，啊、尤其是演那种不一样的角色，对啊，不一样的角色，然后有伙伴关系或者什么的，还是。欸、如果我们演敌人，是不是也蛮酷的、啊欸？如果是五条悟跟那个叫什么？就是电影版里面出现的那个，对、啊、他头上一条红线的那个，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下吗？对啊、五条悟、那个就很那个就很适合，对，亦敌亦友的感觉、嗯。过年会一起过吗？我们应该会找时间碰面吧，反正过年我们都闲闲的。试戏有成功吗？试戏也不能说成不成功吧。对啊，试戏其实就是一个，就是给剧组的人看一下，你能不能有这个空间达到他们脑海中想象的样子，或者是你有没有对有没有对，或者是你有没有能够给他们想象不到却是哎不错的东西。对对对对对。啊，其实也是一种火花，看有没有火花吧。我觉得我其实个人觉得试戏有时候比。真的在拍的时候还更困难、欸。对啊，试戏真的比较难，因为试戏，因为其实试戏就是我们在一个空间里面、嗯，然后前面就一张桌子，然后坐满的人，坐满人，有导演啊、制作人啊、监制、老板，所有人，副导所有人都在前面，然后你就要跟他们自我介绍，讲你怎么会来这里，然后讲你对这一两场戏的认知，对你对角色的想法，对，然后讲完了以后，好，你就去空白的地方前面。然后在5公尺前面就坐一排人，然后就开始演这一段。请开始你的表演，请开始表演。对，事情就是这样子。对，其实真的是比我们自己在拍戏的时候。Sammy 姐，Sammy 姐，Sammy 姐来了。哦，夏游节啦，对对对对对。啊，对啊，夏游节，对对对，五条悟夏游节，对对对对对。Sammy 姐，嗨，姐嗨，晚上好。很像我们的面试，对啊，其实有，其实就是面试，对啊，试镜就是面试。你能想象就是演员其实就是一直在面试，对，除非你到了一定有不错的成绩了，对，他们就会可能就不需要面试就让你演，对。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阶段都还是需要大概看一下这样子，对，就等于我们每一个 project 每一个戏都是需要一个面试，对，就这样子。嗯很开心他们直播哎。What time is it in Taiwan now？ 晚上的11:50。真的突袭，真的突袭，对啊。我不是，我是过敏引起的气喘、气管发炎，就有点小气喘。神秘姐别担心，神秘姐说不是生病。那个 Nelson， 对啊，好久没有合体。对啊，好爽！宇宙连发，哇，我听得这么清楚哦，我已经开很小声了耶。Do you speak Thai？ Carbon Cup， 我发觉你。语言能力蛮好的，只会两句啊。但是就是其实蛮好的，你就是，有的时候用中文回答外国粉丝听得懂吗？哦，也是哦，对哈。为什么会中文？我真的很好笑哎。好哟，那我看我们就待会12点跟大家说晚安，啊、因为。
我明天早上其实还有工作，所以我差不多待会也是，我们也差不多该休息洗洗睡，对，要不然怕早上起不来。哎，这个问题，哦，哦，这两个还不错。对，你最喜欢漫威什么角色？漫威跟 DC 都问问看好了。漫威哦，嗯，我一直都蛮喜欢蜘蛛人，从小，哦，是哦因为蜘蛛人，我常会梦到我自己是蜘蛛人的。这不是，然后掉着，然后掉到一半，突然间喷不出去，然后就掉下来，这样，然后就醒了，然后就长高了。然后DC 的话，蝙蝠侠吧，哎，跟我一样，而且我蛮喜欢新的这一罗伯派汀森的蝙蝠侠，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有一种传记，比较偏传记电影的感觉，嗯，没有那么浓厚的英雄的，对对对对对对，东西在里面。然后我觉得他在两个小时的篇幅里面，建构的世界观很完整，嗯，这个城市，我觉得他的诺兰不是诺兰了，他的那高谭市是我跟我想象中最接近，对，他把他建规划最真实最完整，对对对对。像是诺兰他的高谭市也有，但是就感觉他就只是一个背景，就像一块跟你讲说好，大概是这样，好，就讲不会再讲了，然后就故事是怎么样。那这一部对，这一部就是感觉是集体一起，对对对对对，它是跟这个背景城市是一起的，更强烈。嗯，漫威我最喜欢的是钢铁人吧？哦，对啊，我觉得小波到你的钢铁人真的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而且也是因为钢铁人才让我真的认识漫威。我以前比较了解的是 DC， 都是吧？那钢铁人那时候漫威才刚开始啊，没有，可是漫威这个漫画其实很久，oh， 但 我以前接触都是蝙蝠侠跟超人比较多。钢铁人，对啊，钢铁人超帅，他走的时候我超难过的。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最近应该是《美国女孩》吧？真假的？最近啊，就是如果一近期看到的，我刚刚一闪而过的啦。我最近的话，智齿。哦，智齿。嗯，智齿我还没看。我知道你有跟我讲过，你很智齿在我的心目中评价好高，哦。我找机会去看一下。刚刚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我忘记了。嗯，这个啊，哦，就是 Andy 破 100K 要有什么活动吗？会啊，会啊。什么活动？会有活动，真的会有活动，嗯，真的会有活动，真的会有活动，真的会有活动。要办什么活动？之后跟大家讲。对啊，之后一定会有活动，然后之后会跟大家分享破 100K 的时候。嗯，很感谢大家啦，就是我们两个真的都是从就是一起因为这部戏，然后多了很多关注我们的人。真的是很开心，嗯，很感动。嗯，对啊。什么活动的话，就是我们之后会跟经纪公司讨论完之后，会再跟大家讲。对啊，不会让大家失望。嗯，心跳漏一拍没看过，嗯，最近在看什么？我最近想看那个《黑暗荣耀》。那是什么？是吗？是黑暗，就是那个宋慧乔最新的那一部，我没是叫我是叫黑暗韩剧，我看的很少，就那部听说很精彩，然后但是它有两季的样子，我想要等第二季出来的时候一起看。哦，有人补了《仙女姐姐》跟《爱情白皮书》健身直播可以补志愿的，志愿是我引以为傲的作品，志愿很棒啊，志愿真的很棒。我是自愿让他杀了我。对，对，三月份出第二季，我会等第二季出完一起看。嗯，月晴有看啊，自愿他是跟我一起看。有我是自愿看那部电影的。黑暗荣耀，黑暗荣耀。
我看的韩剧比较少，可是其实应该要看多一点，因为以台湾的拍摄的风格来说，韩剧其实蛮贴近的，对，蛮贴近的，嗯，也算是我们蛮学习的对象，对啊，就是做功课，做功课，对。哦，那个星期三我之前也有想看，我看了好像一集还两集。星期三是什么 ？Wednesday， 就是那个怎么讲？就是阿达家族那个。哦，那个好像蛮不错的，我看了第一集而已。哎呦！哎，再多宣传一下书，就是那个我的写真书，就是在1月18就是要上架了，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支持，然后里面的我真的蛮不一样的，算有两种造型嘛，然后跟之前大家看到的月型蛮不同的，然后海外的朋友也都买得到，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这样子。那不满意可以怎么办？不满意，你出一个难题给我，不满意，月型偷给你看，不满意要来见面会，见面会补偿你。对对，你好，还有你真好。对，见面会你怎么办呢？见面会就会补偿你。对 对, 對，不满意就拿着书来见面会。对，不满意会让你满意这样子。好，谢谢你，谢谢你。好，好啦，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欸，会不会有电子版？欸、会有电子版、嗯，会有电子版。对，已经不满意了。好，已经不满意了、啊。那还是得买的书来见面会，还是要有见面会，还是要来才会。对，你见面会要带着书来，我才知道哦，你是真的不满意。对对对，大家以后都不满，门口排一长队都不满意。不满意你们一起出，其实我很不会拍照哎、欸。我对拍照其实真的超没有自信。不会啊，我拍你拍的蛮好的啊。是啊，对啊，但是就是不知道，我对摄影机就不会，摄影机我很智障，完全不会在意它存在。你跟我一模一样。但是照相机，我就会觉得很怪，很怪哦。我也是花了，我其实我也不算客服了。嗯。去不了，那就没有办法满意啦。就已经就是线下服务这么多了。那个书里面下颚线极度明显，大家放心。之后我真的是瘦到一个不行，超瘦，瘦翻。非常爱你，请说出我的名字。Son Sonong Three Rapanico。雨欣什么时候出写真书？应该还要等很久。不会、啊，你也很适合。其实你拍照是好看的。啊，很难呢、欸，拍照真的好难、就是。就是放开一点就好了，就是一个 moment。腹肌明显吗？这个看就知道了。这个要看才知道。反正不满意就再来嘛。不满意再。哎、欸，你要干脆来当我宣传，你要是我的发言人啊、哦，麻烦雨欣帮我发言一下。好啦，差不多了。对啦，好啦，差不多了。那你帮我用英文写真书的英文怎么讲啊？我不知道写真书的英文怎么讲啊。不知道。Andy has a new project, like photo book, yeah, only for him, and it will be out on.January 18th. Yes. Yes. That's it. Oh, photo book. 大家都说 photo book. 那真的是 photo book. 对啊，差不多了， okay. 大家就晚安。好啦，晚安，晚安。那大家晚安咯，下次有机会再开直播。嗯，会的。好哟。我给大家一个 kiss bye 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给大家一个截图。kiss bye。kiss bye。
晚安，晚安，来，好，我会好起来的，嗯，拜拜，拜拜。